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看我给自己精心准备的下午茶茶点，前面刚摘的草莓，新鲜的，然后做成了小蛋糕，今天谁也不给留，吃光它！哇，你们谁跟我一样超爱吃甜品的那种？看看看，好看吗？哦，馋死了！哎，尴尬，一口扒不下，咋给丢了？我刚想说好好吃。大倒霉，小蛋糕是不是被我的大口给吓掉了？每一个都是很多层的，看。软软糯糯的，太可口了。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，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。 哈哈，蛋糕也来干个杯，开心到起飞，跳掉了，好嫩哦！嘿，我又好看蛋糕，我就不玩。嘿，我就是吃，还吃不胖哼。有没有小可爱知道小姨妈吃不胖的秘密？Q 弹 Q 弹的，太爽了。嗯，大功告成，再吃一个这个，每次大餐我都要吃哦。蓝莓味的可好吃了，记得关注我。